哎，你说咱们这个就是很容易矛盾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有话直说，实事求是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又说啊，做人要懂得圆滑。这搞得主播都一时间不知道到底什么是，到底应该是打直球呢，还是弯弯绕绕呢？ 一会又说阿谀奉承不好，哎，一会又说提供情绪价值，操你妈的！我真的是中文，我越听越不懂了。我觉得我要回炉重造一下，是吧？一会又说哎，诚实点会好，哎，一会又说啊，人要懂得一点情商。他妈的，搞得我都云里雾里的，莫名其妙，我操！ 这到底什么是什么？这你到底是要直接说话一点呢？其实这些都不冲突的，是吗？那你告诉我怎么做就教教我，学不会。废话真多，看你妈！这你走就走，你还说要走了？我操！这你进饭店吃饭不好吃就走嘛？请你试吃品尝，你没掏钱，不好吃就走了嘛？这搞得好像我操，你进那个超商，先生请品尝一下，就蛋糕很好吃，对吧？你免费品尝，你不好吃就直接走嘛？哎，不好吃还要来一句，哼，不好吃我走了，顶级。 不太懂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走就走嘛，这走了还要告诉你，哼，我走了，不跟你玩了。这小丑，没办法。抨击狗脑环节吗？刚抨击完，你来太晚了。主播已经刚抨击完。 我是感觉有的时候吧，正能量，正能量。 人们要的正能量就是让你不要那么暴躁，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就是必须暴躁的说出来，因为你正常跟别人说话是说不了的，所以你才要暴躁的跟别人讲。当然也不是你喜欢暴躁，只是人跟人交流的方式它是对等的。那你为什么暴躁？是因为有人先把你搞得暴躁，其实你想要解决的也是这个。 让你变得暴躁的这个人的问题，所以你才会稍微有一点点激进。但是每当怎么讲啊，你激进了，别人就会说你有点负面情绪，不太明白。也不是不太明白，其实大家都懂，只是有些人他。 这都能给我杀了，914，伤害有这么低，贪生打野队，好难杀呀，永恩，他 W 太霸道了。 昨天打巨魔，巨魔还好。感受我的痛苦吧。
其实永恩抗者阵也不算吧，看兵线其实。我感觉上路这个东西能不能打就看兵线。又亏。 把小黑子都喷走，你刚刚没人喷，<笑>算了，不好意思不说话了，唉声叹气，不会有人在上，他这个走位不太对，感觉有人在上。 感觉要有人来，他的帮忙大，又是他队友，他队友好多呀，感觉要记了吗？那记了也没办法呀，波波都是别人先到的，我确实没办法，八级。 输了也很正常，妈这 EU 断他一波线应该是可以的，还行。他们的惨叫声，竟如同黄昏时分悠悠的虫鸣。早都他中。 九级了。带给你最真实的赠予，我带给你。 这里不走，走都不可能走。 斜了一点。
刚二很正常，那行，他没大就很好用。 600、700， 这个伤害躲不掉，大哥，伤害躲不掉。 好绝望！这永恩操作很拉吗？你要这样讲，那主播也很拉了。意思是主播战胜他，主播也不行。可惜了，没吃到这一血塔，我吃掉可以多个把球。 肯定会熬，开大过去他就怕了。这其实不是瞬间反应啊，主播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知道他要往哪里大了。如果是对手，会说很厉害，可惜这是明初还得练，哈哈。说的是，还得练。 今晚要更新，今晚是要更新。今晚更新是不是就有皮肤了？小丑8个头，我靠！今晚兰博上单就死了，韩服更没有，韩服更我可以去打一下韩服的。 哎，我们还是蛮强的，要8月份才会有。主播说实话，带这个线挺幽默的，小丑过来飙一个我就死了。 我在这里。他妈，我操！直接灯笼跑了。
你这得看看看，喜欢看就行。就杀你。 这把是小丑的 EO 吗？好像是我这边也有点 EO。我们下路其实蛮逆风的，直接一他脸的，大毛线。坏了，他们两个好像配合有点问题。 还是没往那里戳一下，感觉不是EU，因为主播你啊，这个分段太多了。你说前面那三波 gank， 一波小丑，一波泽拉斯。 是两波吗？两波三波吧，啊，两波 gank， 你换这个本地的这个玩家来，那两波 gank 其实打完就已经打不了永恩了，就是按照永恩打剑魔这种优势，主播只是碾压这个太多了，嗯，懂我意思吗？ 本地就只有中路有优势，是我感觉其实是对光辉的优势。先把这个拆了吧，后面要换水银鞋，换水银会不了血，但是对线切尽量CDC，我还蛮喜欢这个 CDC， 它好用。两个一起砍，吃个300块，他刚好 Q 过来被我打到了，我刚看到小丑的龟头了，他刚刚亮了一下，他那龟头露出来被我看到了，韩服很多杰斯，我半杰斯不就行了？走了走了走了，杰斯好像炮形态加强。 基本就是，哎，不对，我把鞋换一下吧，换双鞋出来。幸好我是杰斯玩家，那就去玩杰斯了，别玩剑魔。我感觉剑魔的英雄有点傻逼，狗脑英雄呢，还真是。剑魔有时候挺狗脑的，他优势就很狗脑。 那也不一定，优势看对面的人是什么。那有的英雄他太傻逼了，打不过呀。你像你剑魔，你三个头打鳄鱼还是不好打呀。带一下现在好了，15级攻击力加了33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 喜欢我的一家谢主。我操，好长！他应该离我远一点。他们看剑魔超模，无非剑锋吃的多。 剑魔这英雄剑锋只要空一个废太废了，我只能说亵渎尸体猛，亵渎手头，嘿嘿嘿，还行，你们快跑！不要因为我被害死。
感觉出青龙刀好了，出青龙刀吧，但我又想出这个，算了，就先青龙刀吧。还真得搞点锁头伤害，你看星虫是锁头，亵渎是锁头，焚天也是锁头，但是也不说不放 Q 了， Q 还是要放，只是得来点锁头伤害，丰富丰富他的这个伤害组成，不然这剑魔我操 出一堆装备全靠个 Q， 在那 Q 来 Q 去太幽默了，那伤害不够呀。安兵拿命来，看到我了吗？喜欢吗？好了，我操，这么能跑！还有加速，坏了，他跳弹跑了。妈的，还能这样的？没事，我大招马上好。来，你跑，你有种你跑。哎呦，神剑！又有什么事？有人买了美甲的雀魂君。这拉丝出来了。可惜 Q 闪我打到小丑，小丑1288，拆个高地吧，300块换个高地挺赚的，300块我950吗？没有，前面是被永文拿的，我后面这个是被小丑杀，那个950是永文在这里杀的，其实已经不值钱了。最后一件青龙刀，或者这15也可以，15更适合，不太需要做很多数据，我们搞点护甲，这装备还是挺不错的，加护甲的攻击力，它主要加30护甲还可以。剑魔狗要来了，剑魔狗，来来来，掏个盾，掏个盾，哪里掏个盾呢？断了！哎，灯笼啊！打这个呀？你在干嘛？我操，这人这么爆！剑魔买青龙刀打大龙很快，就是你伤害起来。这个剑魔他就得穿甲。还真的是要穿甲。我一刀一千，这么受不了。
哎，不想被我取石头，小丑还在我旁边，是不是？我感觉他们这个又长560的队，这锤子看起来很勇，被寒冰给吓死。哎呀，好烦！他的勾好准，锤子闪了。恶魔小丑拿的，他应该死不掉了。好像我的队友不能没有我。好像我的队友他不能没有我呀，预判给我确实。专注。哟，有点小帅。问题是泽拉斯，你交个闪。等一下我要在哪里刷大灭了？448，我差个500的要打个500的要开大灭，接近600。600多焚天爆一刀，1000多吧，还不走吗？他还撞了一下用粉身，这么爆啊！他有死亡之力，加油！还行，我就差个大红标的伤害了。这难道不数值不超值？我神装了，哥们，而且我穿甲的。我开大有多少？我感觉有800多了，800多900，我略伤了。这么爆了，感觉要死。打塔呀，不想。打塔呀！我操，我顶不住。有个人还被小虫子死。花野他们不喜欢打塔，我队友不喜欢打水晶，那14，而且他没有护甲。